来吧，你咋来了呢？给你看还太累，在这歇会儿。那快来吧。这一天给我累的，我看你挺潇洒的，你现在啥事没有？我看你这么潇洒，这么难受呢？不用嘚瑟，孩子大了难受就是你，你就不能学学带孩子？把这上我这把耳朵给你拽掉了。这不住一起是不方便。没事吧，咱心房大，等装修好了咱一起住，让他帮你哄孩子玩。装修房吧老废了，单位小孩装修一半就停了，急的不行了。你可以让他试试抖音钱包的放心键，打开抖音，在我的界面下进入钱包，点放心键，点击集合额度后根据要求进行申请，最高额度20万，等他工资到账还上就行。那一会儿就让他试试，那一起住了你这好日子不到头了吗？哎呦我你别有顾虑，看孩子累了，我陪你唠唠嗑，你不就放松了吗？